般欢乐的圣诞诗歌中，金建会主委刘义如按下按钮，点亮位于金建会一楼的美丽圣诞树，让向来严肃的金建会也飘散着欢乐的圣诞佳节气氛。除了点灯，刘义如还在现场一一发送糖果给金建会同仁。这是金建会首次举办圣诞树点灯活动。刘义如希望不论是否是基督徒，大家都能一起分享佳节喜悦，也欢迎同仁买礼物放在圣诞树下，在圣诞节当天交换礼物。台湾时报记者许纯章、洪秀玲采访报道。